家想要体验一下不同以往的三国故事吗？现在呢有机会了，就是这一款苍龙诀，因为呢它在三国历史的基础之上呢，再加上了神话色彩，感觉真的很不错哦。所以我们一起来苍龙诀里面扭转乾坤，改变历史吧。意大利多媒体日前宣布，与北京格美时空科技合作，取得线上游戏《苍龙诀》的代理权，并且同步更名为《苍龙诀》，预计第三季在台湾推出。《苍龙诀》在大陆曾经获得2011 CGDA 专业组最佳游戏 3D 美术设计奖，并且以三国时代为背景，强调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的世界观，融入了神话色彩和玄幻元素，呈现出另外一种不同于三国时代的新风貌。在游戏画面表现的部分，官方指出游戏使用了全新的 3D 引擎，打造优美的视觉效果。日前游戏释出全新的神幻世界影片，让玩家抢先一步徜徉优美的幻境，而游戏也将依照史实规划包含赤壁、虎牢关、官渡、潼关、五丈原等32个三国时代的历史场景，等待玩家来驰骋战场哦。